因为迄个所在，唔是做对，迄块伊拉伊也才有，大台湾也有，以阮几啊十年的经验，迄个所在报纸很多，我说精气神的加油站，能量的加油站，是啥物原因？迄个所在有这个能量的加油站，因为咱每一个人都有好的细胞，也有坏的细胞。啊，咱去迄个所在，有迄个先天的迄个气，甲咱加持咯。啊，这个好的细胞就复活，坏细胞就隔离咯。咱身躯的闭环就是两项对立作战，一个好的细胞，啊，甲一个坏细胞，两下一个救。你的好的细胞，那真是强起来的话，坏细胞就是你了。咱每一个人身躯的内面，大概都像癌的细胞。咱的好的细胞，那一个强起来的话，就有法度将癌的细胞隔压，就是无去，就是假了。比如讲，偌重的。一日去到太子殿，我请一点名，啊，请一先回家加持了哦。今仔日看到你，是就是跟你讲很久。水少皮少是你的基本无唔对，唔过你的这个气色，啊，甲这个面貌、甲感情，完全甲一日以前无共款。这个是互咱做一个。真正好，比如咱直接一个心灵讲座，大家直接静静听的过程当中，像我即摆徛咧甲各位讲话，这是阮内行的讲内行的话。我大家听一下，那敢那地一顶烧的无啊，一个能量，一个烧的无啊。啊，我这头壳中心遮，那敢那一个气焰滴滴落，迄是啥物物件？先天的气，啊，这个。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明眼看出？你做你该看。你若看一个讲师，在咧讲的过程当中，先咧讲气息都无啦。啊，若讲半点钟过了后，伊的气息就直直出。这是学术理论。啊，咱即摆伫咧心灵讲座的过程当中，像我即摆咧讲，如果当前如有人。面色会愈红，什么原因？先天的气，直直给你加持咯。面色一定会愈红，啊，你的丹田也愈有力。什么原因？迄、那个电器会直直乱。什么原因？你的丹田也愈有力，因为外口真侪咱看袂到，滴要滴物件，直直听。咱用丹田发育出来，说出去的。什么物件？每拢拢一对一对的电话，对遐个报喜快乐滴个这个物件，所以这吼、哦、实在是，那我们天地教，我们的师尊来传授，和我们这先天的这个法门，就是真方便，随随便便，行去到多位都有法度能做相关的这个干涉。超度的感觉，度化的这个感觉，因为先天的气有甲你加持落了后，你有只有迄个功能，有只有迄个能量在咧过身。这是阮天地教阮这师尊传授给阮这师娘的有诶先天的这个法门。所以恭喜大家，一直等大家到阵一只车来去度，大家就只在咧开讲。这是真正不容易。啊，我想要请问这师弟讲几句话。